来，搁谁来？下次拜。哎，迄个人来无？阿雷有吗？下次。来，沙朗牛排。下来。沙朗牛排，哎、欸，够吗？帅。我不客气来。哎，迄个谁来？下次的。你来准备几多啊？好啦，咩迄个无？哎，迄个先买来。下，拢有啦吼。拜拜。你啊。我来，拢有，我来。来，准备大来。白大买三百。小买五百，白大小白大，我无要插我，五百来，啊，五百先买一个来，五百，这种天气好舒服哦，是，大概十八来，五百好了，二十块好几来，二十块，兄弟啊，七，来，对，而且快，如果要再快一点的话，就是要摇。再来。你看，不要再看了，全部都拍照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不细耶啦。什么细耶？四个。四个。你这个是耳康大替档哦。姑姑无来，我有，我替伊骂你。我走，我走。三，刚才一边讲有讲。再来。下。看谁说要的。我一春节过年了。二十袋啊，一袋乱来上。二十袋，二十袋三块吧，25。25块嘞，25。啊，三八你看，三八。对。三八十二啊。二啊。嗯。对啊，确定。对啊。有啦。过来别多爷了。你叫学霸、哦。来，这三百来。我吓死。这三百来，两袋来，四袋来。来。六袋来，八袋来，来十袋来，十二袋来，三百来。来，来你。来三百块。走，来十二来。来你。好啦，姐。六袋八。走，十二来。二四五六八十，来十二来。二四六八。永隆拜拜啊，永隆拜拜。OK， 我看一下，有人的东西吗？十二来，还够吗？还，一起来，他不来，再来一下。一只只，啊。
先看伊个来两百。有啥物鱼翅哦？哦，鱼翅有啊，来个两百。我知道。好，这边没有啊。这边没有啊。来个现在两百块，够一个人来无？拢换吼，我拢换木刀来。鱼翅啊，鱼翅，再嘛好啊。这猪背。来，这我问一下吼。这叫吼，这叫猪背。这叫猪背，猪背啥你知无来？就是外口人咧炒 XO 酱迄种的。来，你水听讲来，这吼，你水听讲哦，这一包偌重一公斤？哦，一包你袂歹，开你800至1000来。我照酱给转去你啦吼。来，遐胖你就胖大。但砍数外口砍数一斤哦，人算你话啦，一斤凊彩拢爱怎啊？一下嘛1000-2000块，过年了起啊2000块。啊，一下我甲伊讲冰箱变，你买两包转去冰。来，转去炒3000，炒大东啊，炒4000啊。煮海产鸡、海产卖拢好，你欢喜着。啊，一下一包卖开800，两包开1000，这两包1500，我招一下个来，1000块够人啊，1000块。有没有吃干贝的？这两包1000块，干贝啊，价值贵哦。就着一粒过去等现我，就着一粒过去等现我。来，我问一家长来，大家买多少来？先来。对。这两包开，OK。拜拜。这两包开1800-800-600，你有啥物食啥？我真招两个人。拜拜。想买两包，500了。500。今天讲500块。五香牛杂。500块。无人来哦，猪背。两包500。这两无人，我希望你这种物件哦，你无得买。两包开好我啦。我搁问，两包500块，人要吃无？两包500，我一包1公斤，差3000，差大东啊啦，无人来哦。好，你拢爱食组合贝啦，好啦，反正我另再提组合贝来给你啦。好，组合贝较俗，一克100块。哦，这有人来无？这两包500块，搁问一下，两包500块，两包500，两包500，吃不了买一包下来，你要五两。无人来，我就收啊。说说无人来，咱就收起来。猪背个人要吃无？你要五？进来啊！无地买啊啦！我来讲，这种物件你无人来，我问你五。有钱你不会会的，我也是。啊？哪里的？海里的啊。哪里的来？海里面的啊，海里面的。没有人要了哦。进来进来，一包。250，不是你要过来。过来，一公斤的干贝，你要过不要吃不完了。250，为什么吃你要过？你要过够不？250这牛肉炉，河虾。我跟你讲，我无趁钱物件，我袂共估价，真个。我问一个500块，有人要吃500块，有人要吃鱼翅的无？真个哦。有人来无500块？500块，有人要吃无500？有人要吃鱼翅无？正翅唔是假的哦。有人来吼。啊？干嘛？你要鱼翅吗？啊！加加加鱼翅，鱼翅，鱼翅。我跟你說，現在台灣人就是怎樣，叫騙到會怕，你知道嗎？正經我問你上的，那不知道，這是假的，不知道好吃還是壞吃，結果去人買一組幾千塊，結果吃到假的，兩個人吃到假的，這是假的，這是假的，這是假的，你要乾貝？不然來吧，最好兩個人買，那豬貝還是？还是那干贝。有啊啦吼，来一组500啦，这一包汤包了。它有整合的干贝。外面一包汤椒300。那边有整合的干贝。这等于一口鱼翅才卖200呢。那边有一个整合的干贝，哎，看你要吃刚才那个猪背。这个什么的？你要这个吗？这个，哎，不对嘛，这个猪背啊，什么啊？这个炒饭啊，那个煮用煎的，这个猪背，这个是干贝，这是干贝，猪背，来，接。这个问一下，个人爱无？来，这个介绍啊，个人爱无？应该不是附近的吧？包吗？来，包你要我来。你请着。你平起要几包？
这是最后一箱了，冰库里面也没有了哦。信封我搞公司来无？信封好像，信封好像有拿了，对不对？我哩惊过年无专工，肯定先坑过去，要做股票啥个啦？好多在意啊，讲。要做股票啥？鸡块两包，两包多少？七块，两包两块，下面才七块。不，我们讲，你这边几块？七块啦，八块。七块干袂吃久啊？来两包。鸡块了，这等于季节，这我要鸡块，我要夹，还鸡块的我要夹，我两包来，来三块钱，两包来。现在吃鸡块不要吃麦当劳的哦，麦当劳的鸡块变得好难吃哦，不可以、哦。两百块有没有？能买一包的吗？一百。今天。不加不？拜托，给你来。呀，咱这边啊。买一百块来。咱是旁边的。咱是旁边的。陈正奇，陈正奇的旁边有吗？一箱海金母的拿到过。对啊，我用你嘴听讲白青，那规本白青这细只台好难抬啊。那给你搞它还有两盒河虾。啊，这些这台有好不抬啊？我这个一斤台有百半，这样你一半吼，我用啊超五只啦，一百块啦。抬，你嘴听讲啊，这拢我你莫用抬偌济，抬五百就四百嘞。你有想要吃白青的三百块，你要三百块。别人要吃白青三百块，只要来三百嘞。两百了。两百。进来，来，帮你开，两百块就啦，包包给出来。两百块啦。再吹一下，这桌面还这么多，老板你开哦，啊，你开哦，这个用吹啊，买200块了，来，这个。
一个啦。北秋叉米粉。这里。我去问口味师傅。这个人家买整箱的。这种是准定哦，叫瓦炉啊，海苔急速冷冻，蒸多一提壮，还能挂过来。无啊啦吼，来给你，然后这个再找你钱，200块，等下找你钱哦。哎，直接这样直接去摆啦。来给你。哎，他老蚵啊哦，老蚵啊，好来啊，别过时，有卖无？虾仁够够人买啊，这虾仁够人要吃虾仁。对啊，虾仁等于炒饭炒面包够了。再再靠后面，我帮你讲。接下来500块来，接过来500。阿松，这边还要找300，还没找。咱们讲下来嘛，500块。黑林500块。你知道，很棒。来来，500块，我接几个宝贝来，500块了。黑林够了，够了，没啦，500 OK 了。加油！另外，快点。还要多少了？你多开你几年啊？这边好，早安。黑鳞，水黑鳞无吃就发难啊啦吼！哎，我刚问结果，500个人要吃黑鳞啊嘛。秀敏第一次看直播哦，不要看太多哦，不要看太多哦，会上瘾哦，放右闸。有人要黑鳞哦，来这边接来，500个来。对啊，现在这个时间8:30，后面的东西，右边有没有东西？还有人要虾仁吗？右边后面都一个小时。虾仁还有人要吃吗？9:30。无啊，我问得伤多，你会不会上麦的？才9:40。来这边来。桌面的还有大白鲨跟马头鱼，还有剥皮鱼，今天有剥皮鱼珍珠石斑，还有乌鱼子，来接一下，来，好好来找钱，好，太老的修好不来了，擦一擦再放这里，这样搞餐厅，这样干餐厅，你写生虾啦，来，这个白鲨过来。300块炒饭炒面包水饺了，哦，青虾球包水饺包分炖300块啊，300块，虾仁300块，搁什么吃虾虾仁300块，虾仁搁来300块人来无300块，虾仁300块拢有啊吼，虾仁300，哎好来谢谢拢有咱来捧场来，来，搁来什么吃什么鱼啊？怪虾，怪鱼，鱼会炸，鱼段鱼，你要什么？阿妈，再拿一颗，再拿一颗，都开起来，今晚开起哦，我给你开，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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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今晚开几号锅啊？丢，不要排，俺不背。等一下，哎，你买桃没背？上来买买买桃。来，四叠锅包来，锅鱼先买来。这里收了。来，锅鱼哥先买加4片500块。来加。快点啦！有1000块。好，用油米 OK。你的单子我删掉喽。你的东西都有留到 ，OK。建东只有沙茶羊哦，丽华还有青鱼燕。阿妈200，送牛肉卤海鸡母500，没办法拿到。牛肉卤包，阿妈200。温蒂莎。哎，贵一下这个，哎呦，这无多空的，这无多空的较细滴是吧？没有动的，来，哎，接下来我问一下。等一下，那贵就没有了。贵就在你那里啊。哎，这 Q 一丢了，这 Q 一丢了，不能签就丢了。不能签来啊，这只能扎死啊。高档啊，新贵的，高档啊，安尼就无，这上个，也收款20.4块。加8块，还有个8块啊，加8块，那你那边要多少？加2块，我加8块，我弄，哎，喜欢老何一朵啊，来啊，哎呀，都坑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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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你的鸡无用的哦。